台湾80%的人都不知道台中有个太平，台中的太平森林公园。昨天有个朋友留言说，森林公园的落羽松现在变红了吗？我早上去一看，真的很久很久我都没有特别注意看，因为每天经过。拍摄给您，真的很漂亮。到过年期间，这里是最漂亮的时候，可以来看看。其实我们太平真的也不差，只是就没有那么多的饮水机，不像十八尖山有那么多饮水机，很方便。但是这里山美水美，人比较少，空气特别好，所以还是非常非常的欢迎来到巧娘的太平走一走看一看。巧娘今天早上运动走到这里，顺手拍一下给大家看看。这就是巧娘赖以生存的地方，太平。这里是最适合人们居住的地方，有高山，有流水，空气特别的新鲜。